善用叠珠的技巧啊，各位。什么叫叠珠技巧？把新珠放在最下面哦。还有了解不？没了解不？我给你看就知啊。哎，没想到！我操！我靠！哦是要捡七大死因吗？操！啊靠呗！干龙科脉动啊！啊不，我死啊我！干这里有那个，操！两万八七，两万八七，干有点危险哦！干！我受了诅咒了，两万八七，哈，够北齐。看，我发现说干，这一定有问题。我每次看到八七就死掉，是不要了，等下死掉。啊！靠北啊！哦，世界赛，风化还是截掉，不要撞掉，不要撞掉没有差，因为我会补满的，我会补满，所以撞掉比较对我来讲影响不大。因为我是没补血才会死啊！哎，没补血才会死哦！哦哦！我说平百姓啊，你会不会太快就把你的那个消掉了？哦哦哦哦，两康两康，对对对，我就是平民两康啊！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！靠背啊！啊！好啦，这种干扰腐蚀真的很鸡巴，我讲真的，真的超鸡巴的。可以啊，一combo，一combo。